大家好，我是饿了么时令官周深。今天是11月7号，立冬，也就是整个冬季的第一天。祝大家立冬快乐，天天开心。那么在这么有仪式感的日子里，当然要有美食的陪伴啦。宅在家里和家人朋友一起吃个热乎乎的火锅吧。打开饿了么，搜索时令官，大家一起迎接冬天，冬天快乐哦。